我是第三百国服第三百杰克。我懂的，稳的稳的双杀是吧？约瑟约瑟夫约瑟夫，来了。稳的双杀。哦吼，这房东要出事，我跟你说，房东。怎么了？我接拍小王子。啊，我直接去镜像里面去。再插眼。三百。还有人玩插眼吗？杀一个，我怎么也得杀一个。砍谁先？我应该带闪现的，他妈带错了。我要带闪现。来帮忙双修啊！来帮忙说一声。不知道，看一下。这个复活点堵不到人。他就在咱们这儿隐隐复活在这儿，然后我干了。撞他，不要他过来。知道。这还要你说吗？我是舰长指挥官。他走了。我是泉水指挥官。走了。撞他，不要让他过来。他没走，他去大房，去大房。他大房的路上。这个球拉的可以。去大房暗杀了。不可能的。哦，他这波想闪我，挂不上了，挂不上了，应该他闪我，什么挂不上啊？他杀你了，他砍我，这打不进。哎，这个传伤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最后一秒砍了我一刀啊？那肯定的呀，你传伤是？怎么玩的？闪现了，要也不要鸟啊？你说这个人怎么回事？没了，跑一个。我给闪现了，我八血，前锋不跟的，要不要？要鸟给了，给吧。你这没用啊！给啊！你这没用，得双拍啊！啊，得单拍，前锋要死了，前锋开车走了。前锋死了不要紧，前锋撞的。我没事，我死不了，是吧？没闪现了怎么杀我？我觉得带眼没用啊，这版本这拖了好久啊，不能追了。他这个人还跑我直播间来还说我，哎呦我的天啊，真是不想走。叫他哪那么好、啊、没闪现就死了，位置不好没板子了。真的假的？能做到啊！难受，不该追前锋的。溜了。哦，再往树这边爬。我这个能打这些人吗？没了，我这个杰克。没得搞，没搞，我杀一个吧。要求不够啊，没牌。朋友们，我杀一个就行。哎、不是杨瑟玩前锋的吗？玩个屁！撞就，拉长枪撞就。怎么可能啊？那先有救了，换救换人救。先知我赶不到，太远了。这些人太精了。我去救他。双救，你们救他，救，撞给他，加油，加油。闪现要好了。你死了，这位。回错了，人间藏刀了。正面。应该没什么球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可以，还有遗产机吗？还有没有？大房。还有哪？大房没了，我这台快开了，就最后一台大房了。知道吗？嗯，去吧。拍照了。你让他拍。现在拍太迟了。条条是跑，条条是躲起来逛街啥的都行。躲个屁，还在被追。大板子，我下不了，我下不了。我来个鳄鱼。妈的，饿不上。还有球吗？冰箱里面啊。没球，我在骗他，手机子了。能量吗？不能。亮不了。想爆能量吗？亮不了。才一半。骗他，再骗他。骗个屁！骗个屁！人家不信你这一套。保状态，他没一刀的。他走了，他走了。机会亮了，还差一刀。有机会杀出的。妈的，好难。没一刀的，挂了我直接亮。走。攻击难受。二一。卡门。中场没有地窖，他闪现好了。闪现杀了我，没闪现，闪现 CD。地窖在那个角落，不在套房。不行，我打不了。在小门，在小门。小门开了吗？他挂我。这人太……我们去开小门，那你躲起来。还没跑到，都没到小门。没事。他没我跑得快呢。帮我打运营了。把他摸起来。没事，我摸得快，我点了一折。着急开门，还有着急开门，先摸人。那我开另外一边。一折。
一者牛不牛逼？来了，一者一者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开了。走。这怎么搞啊？去哪里啊你？这怎么搞啊？你搞他，我走了。小门地下道，让房东到时候走地道，你直接走，你直接走。他追你了，我直接走。哎，你们能开吗？门开了，快走！啊，我也走了，我走了，拜拜拜拜，走了。快点走，找刀找刀！你别走啊！废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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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挡刀！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！妈的，这前方这个球好像摸了。去板子！前方又摸了个球。哎呀，一刀打中我屁股！三出了啊！我走了，三出了，我走。我就问你，一者开太人有没有逼？他们这样搞我，这个阵容，你杀一个呀、啊！你不是说急的贼菜吗？真的打不过。你不是说好要杀一个？杀一个就行了。杀一个。我们现在都在注视着你。我们都在注视着你。我们在看压力，不要紧张。我要看紧张，不要紧张。你也不要太乐观啊。难受，叶子肯定压好。你是不是梦开然后中风了？梦开中风了。王总打拳皇吗？王总。哇、哦，可以。哇、哎、哦，好、哦、好、哦。难受吧？知道他要骗，但是还是被吸了。就杀那个前锋。不想晃他一下。就杀那个前锋。干他！拿最佳演绎。那应该最佳演绎。哎，他跑了，可以。百变小樱，这百变小樱玩个祭眼师，哎呀，我真的不想吐槽了。你咋没一刀啊？啊，对，你咋没一刀啊？你这是这个，我好像带错了吧？我也不知道我带的啥，我就纠结带闪现还带眼来着，没纠结那些。那你人抽了咋办啊，王总？不会啊，他们都在大门。不亏不亏不亏。啊，好难打，这个真的好难打。哦，感受到他们的四黑的压力力量了。四黑的，确实他们玩的也好，没什么赢点啊，找不到赢点，运营打得特别好，我已经尽力的守机子了。我的误认打的也还可以啊，但是就是没什么赢点。没什么节奏打的，要不要再来一把？要不要再来一把？证明一下自己。不来了，不来了。这些人，那证明一下自己啊！打久了，自信都没了。啊！没有，我是听你们说痞的人很垃圾，我才。没有，我说的是双排，不是四排，不是五排。打久了，自信都打没了。让艾丽说他们。这就是甜瓜他们吗？啊，对。一看就知道了，玩魔术师去了。哦，对面什么人？我一看就知道了。咱们不来个先知？要我还不怎么打五排，我都知道了。我来打先知。要不，不想玩蜘蛛，感觉蜘蛛打不过。不去人皇级了，我直接去小木屋。每次去人皇都是佣兵、前锋什么的，难死人。然后这是个佣兵，干。
秒倒调枪，对不对？秒倒机械确实是好，只要 VIP， 但是有鸟娃娃放出来了，娃娃修，佣兵救，给佣兵套两。跳起来吗？什么情况啊？怎么歪了？瓜皮夫人。起来的好快啊，这边摸好过来救。走路跟个太空步一样啊。中途我以前是主玩结石的，后边就玩不下去了。关键结石玩魔术师吗？位置是固定的。最开始玩魔术师，后来魔术都不抓魔术师了，然后我去玩机械师，但是后来又改了一个结石娃娃随机刷位置。
真的敢跳舞啊！那个东西没关，卡死了。这也太快乐了吧！啊！哇，日，狗这么远也是没谁了。
哎呦，搞歪没脚印啊。也不修电机，人也不见。有毒啊！切小黑。我知道他开得动。
快忙，他要签我，他要签我，来一下子！哎呀，完了，丢了，生物人又要好了，快爬过来，快爬！完了，完了，爬！咋不走呢？你有留守啊？你要留守，你没直播的，我们没有鸟，没有鸟，是啊，有鸟啊，你有鸟，啊，你有鸟，有鸟都没给我，没有，没有。我不走，我自愈。我还能做。丢了。你准备套鸟吧。你要吃真刀，吃乌刃你走不掉的。套鸟翻板，啊，不是能走吗？套鸟。啊，可以真刀。快走。我走了。你有自愈吗？没有，你在爬是吧？我爬，我自愈，我不需要自愈。他要做庄园的搬运工了。啊，他们艾琳在看我们，看了好久了。他起来摸你吗？你要被挂青墙了。挂不过去，挂不过去，哦，他挂不过去。挂上了。哦，挂上去了。再见。告辞。无情无义，你不是人，我真的被留下来了，太疯了，别人就要引流我，挂得住啊，挂得住。啊，我摇下来就有这个转三层。医院这个椅子太多了，这大门口。你看红讲堂，哎，他这保证他难受的要死。他这个环形他好挂。换哪个出人点？哦哟！还被恶名真是。
你要是杰克，你凭什么他妈示范？我跟示范沟通也是鸟要不好，知道吗？也是鸟要不好。你首先你要提前个两三秒把他的延迟算出来，再给他一个两秒钟反应时间，那你要提前五秒钟了。好好好好，快准备，我再来一把，再。哇，子你哥哟，我应该按个 F 去躲一下的。Come on.
你啊！哇，还没震到呢。这波血炸。我靠，这么快！跪下，仙子。哦，这样的、哦，再见。嗯，不跟你玩了，我们溜了。那幽灵加个棒子会被震慑吗？直接倒地上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应该是进那个小怀表状态吧？对啊，还有个小怀表、啊。你又不是约瑟夫。头皮发麻，每次都忘记关这个，心情复杂。刀是真他妈长啊！我去，太恐怖了！这么长的刀谁顶得住啊？
没椅子了。Ah.
哎，跳刀好慢啊！这个箱子没摸吧？我摸个儿子摆点红毯。来划划我一下，哟。那个墓地的那个墓地的机子压好了，那个机子开。别换我。哎，你摸好没有？这边怎么又是他妈的暴击？你先，不建议你过来，这边能量超多。我也不敢过来，现在冰冰太厉害了，你。这边能量完了。嗯。要给我架死在这里边，烧死了。烧死我摸好。还剩两台机啊，差两台机啊。要摸我一下。消失的一瞬间。哦，还差一台。造机快修完了。行，那我还是站起来了。我被他堵在里面。站，因为站不了。可以大晕帮解。他消失了，我站起来。我被他封印了。啊！错了。快来摸我，这个我来了，我会被撞了。没事，我来摸你。医者看看员，了解一下。墓地没摸不到儿子就很烦。墓地碰一下就亮了，墓地碰一下就亮了。看我们了。我再去吧。哎，王总，那你墓地等我，我过来摸你。过来扎我。妈的，两下给我封死了。去墓地控能量。能量控就行，没事，我还能摸。没事，修着吧。我去修斯老师了，你就在中场。我们能量了，咱俩摸吧。先。哦吼，我们来互摸了。我也来了。啊，没事，你们放心，我来晕他。他不敢过来，哎、嘿嘿，很舒服。来，我先把他杀了我呀，他要很气哦、啊，他很生气，好气哦，他觉得很难受。木剑其实点了，点了，后面还有一台，后面点了，就中场和四老机，他要划我了。中场。你在修吗？在修啊，他修完了，他要划我。我要摸个儿子。来，撇，我总不着急，我们当他面撇。他把电梯进来了，我是李哥。我有晕，我又三层了，你继续摸，然后直接吸着，飞去里面。快来帮我！阿姨，你别急。这里边能量不多，让我上。哦，我要不行了。我需要摸一下。你来红毯。我要推他。哎呀，太惨了！我老婆被他妈刀子打，又吸又咒又他妈撞的。哪有儿子无敌点？自己去摸。阿云，打死他！哇哈！红毯有球啊！走啊！好多呀！红毯无敌点有球啊！过来摸，过来摸！来跟我抢一下就亮了，咱俩抢了，吃你的。哎呦，好了，干不了。对的呀，你要留死了呀，王总。第二次啊！啊，过来抢机子，不要摸了，机子两三秒。够！好，来。哈哈。机啊，不行，你先亮了吧，先亮。亮了。
这个幸运儿飞起来了。先我来，你先来，然后打人来看看打人，哎，然后再晕一下，晕他，再晕他，对，然后再吸。我没有了，我没有了，没磁铁了，你刚刚晕了。不给玩，就是不给玩，儿子要死了，他把我儿子搞死。哎，你还有个箱子没摸呢。晕他，不给玩。哦，他传送了，他直接传送了。摸我，来摸我。这边会不会滑到的？这边会不会滑到的？我在控能量。啊，他把我封起来了。没事啊，房东，你被黄没事的，你被黄能给我那个的，我直接当他面前封了。啊，我被封起来了。妈的！当面顶门，我跟你说。我去控能量，我去控能量。这门有多少啊？这门门一半，门一半，我儿子点过的。先吸两个。不了了。这边还有能量，左边还有能量。没事，够了。那里还有个球啊，王总，看到没有？王总，你可以被化的，待会儿我们蹭到之后，我大晕直接点门走了。OK， 我被化无所谓。哎呀，没能量了，大门没能量了。先把它摸了。把它拉起来，快冲啊！我来摸你。哎，我直接拿这个半个球直接给他撞了。他被我晕了。那、这个门过字了啊！晕他！拍一下。来，让开！还有迷枪，插一个，插一下。别点！我有大晕，我先大晕，然后王总过来准备接，然后我们接。撞一下。他不锤儿子吗？撞他了！敲啊！他丢了！儿子要开！撞他，可以！快走！干嘛？我还能晕一手！干嘛？走！梦境，这是个梦境吧？说了是梦境啊，不说了嘛、啊，开局就说了呀。对面是谁？我一看头像就知道了呀。真惨，好吧，真惨。我只能想到这两个字，真惨。好难受。他要被他才会出我分，哎，我要。无所谓，他们杀人，我打你的镜像，我捡尸体。前方发现一个狗崽子，我又看见一个，哎，我偷视了，你看见没？你看这有人在修，哇，这还有。哦，这么牛逼的吗？透视了！哎，透视那就无敌了呀！你看，我能看见祭司在那边修，这边还有一个人在跑。靠，几个人？
三个人在这。我要透视。我不拍照，一旦挂上人，我就不拍照。然后我再拍。哎呀，太远嘞！能接？哎，接不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找一找板子，快！接不了。哎呦，老师，我觉得，哎，先贴这个门，贴这个障碍物，接不了动吗？架椅子架。我的球量估计不够啊！不够，左面那个位置走不了。没事，反正走一个嘛，我是能走的，你们跑吧。跑吧，还凑我，前锋快跑！我跑不出去、啊。我把车开到起点站啊！快点，你们开个车、啊，没准待会儿你再开回去能赢呢。没有，他去。跑还要把我挂那儿，挂不回去啊！他挂了回去。快！可以挡着。惨！这个能打吗？我立马就制裁了，你走。啊！我操！秒过来了！哎，爽！
秒过来，这个都可以，这个都很凶啊！我拜拜直接顶着这个门秒过来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个都可以啊，这个都凶。我看吃手的动作了，我看小王吃手动作了，直接贴到这个墙过来了，是有对比。这个位移连刀都不用挡了，挡刀有风险，对，挡刀可能挡不到，他会走到前面去堵我。不能躲啊！炸了呀！我这边节奏不好。哎呀，你这不给机会了吗？门开了。
应该是娃娃贴的，要么挑战师贴的。没闪闪闪过了，闪过了啊！闪过了，闪过了，顶住了，顶住了，顶住了。OK OK， nice nice nice。直接亮吧，直接亮，别管我，别管我，我有娃娃。娃娃掉自己，你们去小门。进门，进门，小门，进门，小门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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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我走不过去。你要先自摸啊，王总。那我吃玉吧，那我吃玉吧，我没闪，你好好溜着。我小门得开了。先溜一会儿。我帮你，你呢？哎呀，溜不住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可以。还能溜，还能溜一会儿。无敌房嘛，没闪现的。溜还是能溜的。你看一下地窖啊。工厂不是地道，地道在小门，小门，小门。哇，他走的呀？你们能走吗？肯定能走。我绕呗，王总。不行就平局吧。你能绕出小门吗？不知道，试试呗。掉在哪儿？小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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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难受啊！不必。王总人呢？我绕到小门后边了。啊，那我们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先别直接走，我卡一下。看一下吧，说晚了，我给你求他。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拼了，晋级赛稳了。平了。平局吗？平局。